如果是在二次元作品当中，那么其中的角色并不会受到现实时间的影响。但是在三次元，很多出道时非常年轻的女艺人也逐渐步入婚姻殿堂，甚至成为母亲了。而近日又日本媒体进行了一场希望哪位女艺人当了妈妈之后依然继续活跃的调查，来看看结果吧。其中排名榜首的是佐佐木希，这是一位非常有知名度的模特女星，在很多领域都有着活跃表现。去年她跟搞笑艺人渡部谦结婚，并且预定于今年秋天当妈妈，而即便有了孩子之后，大家依然希望她继续演艺生涯。排在第二的是重间游纪惠，这是一位堪称日本国民级女星的人物，她在2014年的时候结婚，今年6月下旬生下了一对双胞胎，不过她的身上总是有一种神秘气息，让人无法猜测其在日常生活中的样子。排在第三的是平爱梨，这是一个拥有着天然呆属性的艺人，她在去年跟长友佑都结婚，并且于今年2月生下了第一个孩子，不过依然有很多人希望她能够继续此前在娱乐圈的表现。希望谁当了妈妈后依然活跃 TOP10 第一位佐佐木希，98票第二位中间由纪惠79票第三位平爱梨67票第四位宫崎葵63票第五位 Paper 62票第六位森泉58票第七位吴景孝53票第八位白石美帆39票第九位香武沙纪35票第十位平井里央33票。